谢谢台长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是59年的属猪男的。男的是吧？59年属猪的是吧？想问什么讲吧？身体、事业、灵性。那要注意，首先要注意泌尿系统，就是前列腺、小便多、肾脏要注意。事业过去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很辉煌，现在走下坡路，心中有很多的不平的事情，过去因为太好了，所以现在一下子不好，心里有点不平衡，要多念心经。谢谢。另外自己要注意两个地方要特别当心，一个是肾脏，还有一个心脏。谢谢。明白了吗？你听台长的话，如果你能念点经的话，可能你会比较顺利。我不别的不想多讲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我讲的对了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你的婚姻应该命根当中有两次。谢谢，我太太在线上。我说你有两次婚姻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在你这个太太之前，你还有一次婚姻，或者就是说你自己心中最明白，你不讲也没关系。就是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人肯定跟他，或者在你太太结婚之前，你跟他或者同居了有一年啊以上的，都算一次的。好啦，谢谢。好啦，不敢再讲了，再讲全知道了。